好，我们在数拍子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决定它的密度啊，当然它也不是随便乱来的。我刚刚的例子是我要一个小节，我弹了八下啊，四拍，那我就数了八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这夜的风儿吹啊。但是我刚刚才理解到，其实一个小节四拍数四下是比较正规的，虽然你弹了八下啊，那听起来应该是这样，我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要你在我身，一二三四啊，所以你看八四他们是一个倍数的关系，虽然有半拍数一下或者是一拍数一下的争议，但是其实它都是合理的啊。你可不可以弹？可不可以数六下、数七下、数十三下啊？那当然不行了啊。八啊，四，那十六呢？十六也可以。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十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十六，主要是舌头会打结啊。你也可以数两个八嘛，因为八加八等于十六。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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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夜的风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